Thank you.
有段系出现发烧、咳嗽等症状，请要及时联系我哋自院工作人员，千祈唔好隐瞒啊！及进入自院，遵守公共秩序，文明礼让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引导，要按规定路线进出。疫情防控有赖于大家共同努力，感恩你的配合。广州市大佛寺，祝愿你和屋企人身体健康，六福临门。姐姐呢？不是我们想。Thank you.
脑的火热，火车驾驶让你享受到脑火的美味。欢迎来到最忙的世界，让它来缓解你炎炎夏日里的焦躁。胖累了，来一杯解暑又营养。Thank you.
我也想喝白醋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再喝一口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时间30分，可以过来分享哦。